看到你跟那个胜利有合照，就是有聊些什么吗？哦，就是稍微私人的事情都不会，今天全部是有关黑的教育的事情。有看到你跟那个胜利有合照，就是有聊些什么吗？哦，就是稍微私人的事情都不可以，今天全部是有关黑的教育的事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单位紧张吗？距离旁边入围哦，就是我个人紧张颁奖的三项的，因为颁很重要的奖项啊，其他的一个就是，因为我去年已经紧张过，就交给他们。编剧刘春海。我是有带一个御守啊，对，就是一个算是求工作的御守，就是对，在这里，现在有点不好拿，如果带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